高中四年好关键，学习成绩、兴趣爱好、社团活动、社会活动，各项奖励都属于大学招生委员会关注的重点。点样合理安排时间，发挥长处，令到自己的大学申请更加与众不同同吸引人，从而进入理想的大学，绝对就是奋斗目标。话虽如此，但系唔同学区入边嘅同学，竟然能够深深感受到唔同大学嘅申请标准。敬请你锁定星期日晚上与二台八点半钟嘅《天下中环谈》，大学申请唔系人人平等，唔同学区竟然有唔同规划策略。